上台的时阵，我要先邀请几个贵宾先上台。咱的立法委员张家军，哦，啊，以及咱的前馆长张银碧，咱的北港调停局，咱的旧馆会会长单一德，咱的荣誉会长也是咱五条港安师傅，咱的主任委员林清标，咱最高首席顾问咱的洪春坚，以及咱的总干事张进克。哦，张振渠，以及咱副总干事林金华，咱的副总干事文泰，咱的总召集人林进忠，以及咱的总副召集人陈水清，好，以及咱副总召集人曾金木，甲咱立法委员吴玉仁，咱的馆长常顺林张丽仙，咱首席顾问黄峰。也是咱另外以最高顾问，咱的主席，咱的妇女会，咱的副理事，啊，咱的副理事，咱的妇女会，咱的主委许宇珍，许主委，谢谢。啊，再来张国富运动，咱副理事东部，咱的陈明哲，陈主委。谢谢。阿兰今麦要来恭请我们的副总统，大家大声鼓励，邀请咱的副总统，阿嘛要邀请咱关键长春的张丽仙要来进入舞台。副总统好，来来，一号台阶，代表咱的文明观的人的精神，来欢迎各位。咱的副总统哈，百忙之中特别来到云林县，感恩的县长张立善加油，来请大家欢迎，拍手欢迎，感谢。大家集中在这，都要为提升这边竞选环境，出力。加油！十二月二九，咱一定会当选。我即摆发张立善，大家发当选者，咱先拼一个。我有麦克风啊，但是恁人济，咱来拼一下。张立善，到！张立善，到！立善，立善，立善，到！善。我今天都是原来看到足济好朋友。张书记在正甲总统在讲讲。两个台北的朋友吼，全台湾拢在斗相共，一个做洪春坚，洪春坚，洪春坚，伊是中华旅外乡亲同乡总会的总会长，哦，做足侪善事，出钱出力，所以全台湾也是国外也拢出色，哦，也是我非常欣慰。不另外一个，马甲总统的党弟。林清标，林董事长，来来来，我等一下，我全部团团来来来。笑咩啊？即摆伫新北市事业做真好，原来是足济公益善事，拢有认真咧做。即两位吼，算是伫台北，啊，笑咩啊？原来就是咱婚姻啦，啊，但是对婚姻关心不怪。因为内生确实，值得大家关心。今仔限于时间，我无度报告足济，但是今仔看到遮尔济好朋友来，我安尼心肝来真欢喜。你甲看咱个蔡永和，蔡董事长，即个廖天江，前阵只办一个差不多办婚会，伫北港哦，即天大地大，世界。金氏记录了哈，来，高一拍者，拍者来。伊是干呐？做代表会主席啊，伊都是全国代表会联合做出的民众决定，啊，搁调天局的董事长，啊，那是一个新公益，啊，真心的命。
啊，为人是不分不离位，出色的哦，这赞的。啊，好声啊，好声在哪？哦，在这边。哦，我想你拄仔才去华山呢。我即摆卖阁花时间来前后遮侪好朋友，第一先值得咱支持是我前身有参与董事会，我当当时担任立法委员，也是中国国民党中央的秘书长，迄兼副主席是兼一个名尔，事实是秘书长，才是实际的负所有党的经验。跟运作的重要的政府，所以我很清楚。后来我去行政院担任议长，当然跟李先生、跟家军拢接触。啊，我过去伫咱投资馆长都捌阿姨啊，有一摆我会去调去高雄做市长，我专门交代阮太太讲，哎，你即摆若对咱投，倒转来高雄吼，你一定要对稳定，结成好朋友。阿弥陀佛，谢谢你！伊等于阿公，哇，门庭若市，足济外乡人、各所在人，拢来阿弥陀佛坐，啊，大家拢足亲切、足热情。我就知讲，阿弥陀佛一定会去得到咱婚龄乡亲的支持甲听受，果然不胡说八道。啊，我正要讲第三，当然值得大家来支持，我用我。担任行政院长，亲身插到咱婚姻观的重大建设，这几项我甲各位报告，啊无为的都无一定会了解较清楚。我甲各位报告三项真重要的工作。第一项，你知影讲，咱高铁站吼，本来是无彰化、无婚礼、甲无苗栗，不过伫民国98年。我都担任行政院长，迄阵咱高铁都还阁在了钱，比1992年开始营运还阁了钱，啊财务上也足困难，若无叫银行哦银行团，阁借伊3820亿，伊无法度运转，因为利息哦负担高，较早借伊时拢7%、8%，啊有诶较上嘛4-5%，事实甲。迄当时98年的利息的水准已经差足多，所以负担足大，债务的负担足大，所以一定要行政院来命令工业银行、五大银行做出来3820亿银行团改连带，啊利息降到1.78%，当然解决高铁，这是为台湾专利，伊高铁已经在运转啦，袂使无一天。堵起来、插起来，安尼袂使。但我有个要求，我讲恁内部爱改善，浪费爱节省。啊，佫另外一项，我讲恁有共应的，分流、彰化、甲苗栗这三个站，一定爱如期来起，如期来。啊，我先来遮坚定，因为这个两位即阵啦吼，袂使啦，即阵你来看，伊伫我面前就是。啊，是啊，伫促进交通委员会、财政委员会的支持，我讲安尼，这个有影足好。伊甲李先这两字拢有拍，美吼、哦，美就是美丽，就是千里。你甲看即阵，看起来嘛，加足好看，对不对？啊，过来，心底嘛足善良啊，哦，所以伊的名啊做李先，这就是符合伊贤淑的作风。所以即卖好买的，这个婚礼。高铁站已经特别完成了，啊，事实将来通车以后，对咱婚龄乡亲，不论是渝北或者外地要回到云林，或者从云林被南下北上，拢会更加方便。所以我甲各位报告，这个婚龄高铁站的设计是张立善甲咱家俊啊。共同接棒落去努力，督促行政院甲交通部，督促高铁公司一定要注意来方便这三关的动迁系统。所以我建议大家，咱甲坐咧甲李先拍一个好好无？这是很重要。咱甲副总统拍一个好，恭喜伊，老公伊
要紧哦，今仔日我们虽然是积极，但是伊嘛继续有在督促，所以这也足重要吼。我甲各位报告，那么选一个立委，选一个县长，爱心有放伫咱婚姻观的乡亲，啊，知影安怎甲中央来沟通，来促使预算会当通过，啊，帮助咱地方建设得到中央的肯定。第二个也足重要，这甲交通也有关系。就是台六十一线，各位讲清楚，咱台湾是南北兼得，啊，虽然有一高，原来有三高，三高是国道三号，大家都讲是二高啦吼，但是迄是三吼，啊，过来，咱原来有原来台湾三都一甲三这两个三都，但是过去沿海道路是靠一条台十七。但是这条台十七吼，入面伫真侪大镇的市区，已经无法度做快速道路，因为已经有足侪红绿灯，已经两边边有人起厝在住，无法度做快速道路。所以当年的政府就决心要规划一条做台六十一滨海快速道路。这条对台北港开始，对即摆新北市的台北港开始。雷甲台南高雄接界所在，专线都要开961元，专线台61，这中间彰化到云林，彰化比到上远，干那彰化到云林就占超500元，哦，这两个关吼就占超570元，哦，啊，所以我迄阵啊，我那在考虑啊，到底要分几年来算，雷声甲都叫讲。中华港，不然吼，爱做头前来分啦吼，因为即款海边的迄个人甲车吼，介济，加阮嘛是照常安尼在督促现在现阵，尤其咱即摆就看有选的人吼，伊即叫督督促到现阵，所以我已经知影讲，伫咱昆明即个台六十一线，甲中华啊，中华都接穿293，哦，我了对六港啊，都弄对了。哇，各位，有这条滨海快速道路，它是封闭性的道路，叫人像快速的道路，强要甲高速公路同款的约束。所以我甲各位报告，这条对开车的人更方便。所以这个广告牌已经爱甲拍起来，拍起来，那就是三个，那就三个，拢做笑对。啊，最后一个我感觉做对了，福山水库，福山。我大概应该是去年啊，是今年说，吼、哦，我有去看福山水库已经起啦，接近要完成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迄就是第三，当作是甲嘉宾吼，王景金督促着行政院，这个水库会改善咱云林地区灌溉用水，甚至将来包括饮用的水的水源来通改善，安尼落，咱抽地下水。诶，迄个经营对当，实实在在改善。啊，无你刚才叫伊讲禁止灌溉吼，咱诶农田诶受不了。哦，啊，你若无水库都有影无方便。啊，迄个水库，佮对恁诶隔壁就是我诶故乡南投乡吼，都对德山、对汤头里迄边诶水，也对咱乌山水库这个所在。我迄阵啊，有实地去看，对袂接近要完成诶是德山有陪同我去看。啊，阿东足欢喜，因为这个福山水库是多目标、多功能，对咱昆林县，甚至属实讲，啊，对南投县的德山人也有相当的帮助。所以我甲咱记这三项较重要，吼、哦。村里会都各部会咧做主的，我做行政院都较不一定会管制甲哈尼严格，吼、哦。但这三项是真重要的建设，关系到民众。交通、灌溉、应用、地面足重要，所以我甲各位报告，担当立法委员都会不眠不休，一心为咱昆林县，啊，真真正正会督促中央政府帮助咱昆林。这款的人，互伊这好的立法委员，伊来转为地方的首长，作为咱昆林县的县长，我相信，伊一定会把住。做立法委员中间所亲身体会到，咱昆明
干需要什么物件，伊也足清楚。啊，中央政府的政策，啊，怎样要做，对全国有帮助，啊，对婚姻也有帮助，这伊也足清楚。比如讲，咱一个海岛的国家，你若无做自由经济，示范区无法度扩展。啊，若无甲像中国大陆签 FTA， 无甲外国签 FTA， 都敢若亲像咱台湾人有换贴的习惯啦吼。你著东协十国，甲中国大陆、日本、韩国、纽西兰、澳洲、甲印度人结拜，十六个结拜。因为结拜兄弟十六个互相外销，拢无扣关税。啊，咱无甲人结拜，咱嘛无爱甲人结拜。啊，咱的物件要消去，这十六个兄弟啊，都爱往扣9%、8%的税金。你哪赚得了？像咱即摆电子业足侪，因咧开玩笑讲吼，我们电子业的价值叫毛三到四，毛三到四就是毛利3%到4%。摩利才3%、4%而已，啊，現在你把消費中國大陸消費動搖這十個都要我們扣8%、6%、7%的關稅，絕對賺不到，所以我們不跟人換貼也不行，這就是苦煙經濟的條約，協議還是條約還是協議，真正意義，所以我跟各位報告，有開放的心念，有關台的眼光，有愛鄉土，更愛人百姓，这就是咱要选馆长上好这个目标。所以我来讲，各位拜托，张立善实实在在是一个有能力，而且过去也证明他真正能为云林向前做最大的贡献。这个一定要该中央应该拿手，对昆明，对咱昆明非常有用。所以我要讲，各位拜托，咱大家共同，无论是宗教界，或者其他国界。尤其是宗教界，咱求神托佛，拢在要求神明庇佑咱，地方吼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这是咱最大的一个愿望。所以我伫遮，请诚恳甲各位说明，我就是应该咱推荐张立善做咱婚姻观的代理，我的心内已经甲各位报告。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，来让张立善在11月29日。我有麦克风，啊，恁人多啦，哈。啊，我这边来出声话。啊，来来来，我看你要讲啥。哦，当然嘛，我乡亲。好，介意。我嘛是我乡亲啦。啊，你嘛我乡亲。咱分家一组来练兵一下咧吼。我来画张立善，哦，张立善，啊，你来画都算。咱来拼一下，好不？好。张立善。真的比不出来，真的比不出来，哦，光荣胜利的味道出来了，这个叫做张荣味嘛，哦，光荣胜利的味道已经出来了，哦，大家都欢迎，最后感谢各位听小姐的助力，难道啦，哦，啊，感谢各位，无论是第三所在的关心听小，哦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家庭幸福。咱11月10日，咱的目标就算张立善高票当选，拜托各位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么在此，感谢咱的副总统吴敦义的副总统，咱也无伊，咱就无咱昆明的高铁站。所以咱在此来个隧道下，即马咱因为伊国事非常繁忙，这个时阵吼，咱嘛要来恭送咱的副总统，谢谢。再次同谢。
马要来过来表演强师献瑞，跟咱来正讲表演。哎、欸，今仔日咱干部尔，都我嘛爱唱尔一个呢吼。好，这些所在特别做一个介绍哈。咱今仔日咱的中华好汉队，咱的好汉队，咱的会场，也是咱北港调停中担任指挥，咱的董事长蔡永德蔡董事长，谢谢。今天上台的是总统，而咱的荣誉会场也是咱大师洪耀德洪师傅林清标，谢谢。咱的最高休闲顾问，咱的洪主任，哇，这个来头不小了。目前伊是咱国际，哦，咱的有富国际集团的总裁，嘛是咱台北上山知名的文化哦文化之主主委，嘛是新疆的咱的海峡两岸法律交流协会理事长，甲十外个这个民间公益社团的这个要职，伊的德才兼备。实业家哦，实在是哦，是乐善好施啦，对咧公益社团用心尽力，一个慈善家，台北上山慈惠堂，并由伊卓越的领导，一跃而台北为知名宗教圣地，名列台湾百百大庙宇前几名。你看，伊咱的王院长嘛，伫真侪摆公开这场合，地俗来来娱乐，娱乐咱的红总裁，咱的红春天啦，是台湾哦，召集到这个宗教界的这个哦领袖啦，所以这个非常的来头不小啊，算是一个大神的。谢谢，继续介绍哈，咱的总干事，咱的张进强啊，以及咱的副总干事林清源。咱副总干事翁文泰，以及咱的主教一个林俊彪，以及咱这个副总教一个陈洪泉，副总的副总教一个蓝水星，咱的副总教一个咱的曾金木，以及咱的副会长蓝世豪陈连江，咱的吴福星，以及咱的副会长蓝三林郭国忠。江泰当首领，以及咱的副会长，咱的副委顺天庸、桂友弟，以及咱的副会长，也是咱的托付，咱的顺天庸、谢俊宏，以及咱的台词，咱的副会长、馆长、敖洪江、李友山、大批三山国王庙，咱的老水弟，好非常欢迎志同天佑江，咱的林庆龙，咱当时。祝福叫吴立宏，国家国新中正传奇，未了新立宏林桂清，鲁北顺安，顺安江林琼莹，咱的水南田富江，咱的蔡建，老人顺安江苏建元，国美田桥江吴尚武，国美丰安江王明君，靠湖保安江王明和，一贯都三宝江，咱的王和坚。黄河街到了首天宫的廖炳轩，河中马云山林安宫吴永霞，拿来这公大等五山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谢谢，感谢咱家所有好朋友哈，咱家的会长以及咱的顾问以及总干事，咱所有副会长哈，感谢咱大家来。